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哦，现在呢，不知道是不是老人家很喜欢跟人聊聊天、说说话。那他当然呢，很想要找人说话，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听他说话嘛哦。那当然，除了要上美国的 CNN 节目啦，那但是呢，他现在很希望能够跟多国的元首都有对话的机会。不过呢，到底是他要跟人家对话，还是想要跟人家训话呢？那我们先说，他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安排，那个行程啊，不知道是不是又挤出来的、多出来的，本来都不知道的。10月27号，美国总统拜登要出席的是东协视讯峰会哦。那么当然呢，他所要面对的都是东协国家的元首级的人物。那么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但重点是他只想要跟东协国家的元首讲话吗？当然不是，他现在很想要跟谁讲话，那就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嘛。但是习拜会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所以是不是先让下面的人来出来来讲一讲话呢？那我所谓的下面的人，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讲，那当然就是美国的财长耶伦了。那么另外一位呢，当然就是这个中美经济对话的很重要的一位牵头人，也就是大陆的官员刘鹤。好，那么当然这两位还真的通上了电话了。所以现在呢，我要先请教一下赵鑫。我们先讲一下，拜登想要讲话，但事实上你知道，他急着想要跟很多人去对话的话，那代表的是什么？是在刷存在感吗？希望让大家都能够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的重要性吗？第一个哈，其实如果最近有看 CNN 的话，其实他最近其实比较重要的峰会是那个气候峰会哈。那这个东协峰会呢，他这之所以加进来呢，其实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所谓的战略围堵政策哈。可是问题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今天他做这个峰会呢，用视讯的方式呢，是不是能够得到东协的欢迎？我坦白讲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东协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哈，或者区域战略哈。他不希望呢，在这种美中两极的对抗里面呢，特别的选边站哈。以这个我们讲说新加坡为代表，李显龙就多次的来讲了嘛，我不要选边站，我选边站干嘛？他只有说选边站越来越不选边站越来越难，意思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两个不要在这边跟我这边要我做出选择。因为他说中美对抗反而很危险。那么第二个，其实说就是说，其实这个东协跟周边的关系，包括中国大陆以外，跟澳洲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澳洲现在有一点被美国绑得死死。的时候呢，如果澳洲的选择没有弹性，会连带影响到东协的弹性。对于东协来讲，他们觉得是没有帮助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虽然表面上讲说是供应链呐，还有四大项，里面包括供应链呐，包括气候的等等之类。可是我想哪一项是真正的在全球的 business 生意上面？好，他当然有提 infrastructure， 就是所谓的基础建设。可是实际上有哪些真正的新项目，像过去一带一路一样，对于东南亚的开发有完整的计划？你有看到吗？没有，所以有点未见而见。当这个实际上的需求跟自然的市场的经济的结合跟密合度，美国在这边根本没有明显的利益的时候，东协国家其实是兴趣缺缺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才会来谈到底要怎么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他想要参与东协的这一场盛会，但是呢，这个比较具体的内容是在下面这里哈，电视墙下面这边，也就是财长耶伦跟刘鹤通了这个电话。那么你看哦，这个新华社哈，他们的报道是怎么说的呢？说中方有表达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跟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哈，所以呢，他这个里面。明明确确的提到的是说，我们很关心的就是美国能不能够取消加征关税还有制裁的这件事情。可是呢，美国的财政部后来他们也有声明嘛，那么在这个声明呢，却是没有提到取消对中方关税这件事。这个就让人觉得哎，有点奇怪，因为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的声明哦。这到底怎么会是同样的一个对话，怎么会有两边不一样的陈述呢？而可以确定的是，财长耶伦是他打电话给中方的，然后这是他们第二度的通话。赖老师你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讲了些什么？是真的没有谈关税这件事吗？有谈关税，但是没有结论。你已经有提到了，是耶伦要打电话给刘鹤，是，所以是美方主动，那也就是美方比较积极。严格上说，就是美方的时间的急迫感比较大。对。那他希望赶快把跟刘鹤的一些
经济的问题把它谈定。但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的立场跟态度一贯没有变，一点都没有变。那这一贯没有变，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公平的对待我的企业。什么叫做公平的对待我的企业？你限制，你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你美国的，或是跟你美国有关的，或是你美国所能够影响的主导的，例如说台积电，台积电是我们的企业，不是美国的企业。可是美国由于控制了上游，所以他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影响台积电，主导了说台积电你不可以把五奈米的晶片卖给华为。这个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是，所以刘鹤还是一样在传达，华为你说不能进去，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对晶片你不能够卖，那这些这么多的这些不公平的东西都要取消，第一个都要取消，第二个你对我单面所增加的关税，你都要取消，好，然后你对我的企业的制裁都要取消，三个主张了，公平的、制裁的、关税的都要取消，是很明显的，这个叶伦没有答应嘛？对，叶伦没有答应，所以叶伦也没有说好，那我承诺或者怎么样都没有。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叶伦很有可能就接到这个讯息了，那就话就谈不下去了嘛。是，因为以前还有什么什么坦率的啊，然后什么积极的或者什么务实、坦诚，还有建设性，对建设性的对话什么等等的。那这次谈话就更简单了。因为这次谈话就是你叶伦打电话来，那就说，哎，我们来谈谈我们两边的关税，因为是财政部部长嘛，对，财政部部长那一定是谈关税的问题。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就是说你单方面的制裁先取消，我们就可以恢复我们的以前的谈判。现在中方要的是全面性，全面性取消这个关税的豁免啦，对，全面的。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只有部分。但是你对美国来讲，那你要不你的动作就要摆大一点，因为这是一种谈判的一种技巧，就是我要求全部，那你说我一部分可不可以？那对方说不行，然后就说那我再多一点点可不可以？是，那对方说还是有困难，然后例如说在第三次说那我再多一点点，那你要给我什么？对，那这样子不断的在几次的折冲中，那彼此之间达成一个好。这个我可以接受了，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但是如果还没有的时候，那彼此之间也不能谈判破裂。因为谈判破裂是谈判的原则中最忌讳的，是绝对不能破裂。也就是我可以先告一段落，但是我不要破裂，因为破裂以后再恢复就很麻烦了。对，所以一般来讲，好的谈判者他基本上都要留后手，所以他不会破裂。那就是说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那常常保持联络哦。对，我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很多时候，如果是你碰到一个朋友，他跟你说，哎，玉琴，常常保持联络哈。好啊，好啊，好啊。你一定好啊，好啊，好啊。但是你就知道这是客套话。那当然这是客套话的时候，那他可能永远不再跟你联络。那他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跟你联络了。那他跟你联络，这代表他又有求于你了。他就要打电话给你了，所以美国每次打电话都是有求于中国。那如果说当你有求于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说好，那我就下次我来联络？那这个就是你有求于他。可是现在的一个中美的一个态势，我们的推断来看的话，目前对于美国来讲，他比较急，因为他的内外的问题比较多。那中国大陆并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相对美国来讲，他内外的问题没有那么多。所以对中国大陆可控制性，美国的变数很大。那因此对美国来讲，他比较急。他比较急，那比较急是因为美国挑起的。严格上讲，美国只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那很多事就好谈了。可是问题是，美国放不下来，是因为他国内还有一个反对党。那个就是那个共和党眼睛盯着他，对，你只要一放，你就是软弱，你拜登就是软弱，你对中国大陆软弱，你要出卖美国人的利益。你看这些讲话是不是跟台湾很像？卖美。是，我们台湾不是讲亲中爱台或者是亲中卖台，他就是变成你亲中然后那个卖美这样子，他就可以这样子攻击美国。好，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呢是
的确美方是比较急于想要跟中方对话，也因此又在打了这一通电话。上一次是跟戴琪，那这一次呢是跟了叶伦，可是中方的立场依然是非常的坚定，那么只强调的是说会继续的保持对话了哈。好了，有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关上那大门的话那反而是更加的不好。可是这一切的一切，美国为什么之所以要急，是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有自己的问题。刚刚赖老师在讲的是说关税的问题，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所谓的美国国债的问题呀、啊，那么大的债务，哎、嗯，财政部长也管这个的呀，对不对？发债也是他的事啊。他很怕美国，他很怕中国刀的一直丢抛啊，对不对？抛了那所以也应该也是要谈一谈嘛哦。可是问题是习拜会什么时候啊？到现在没下文，所以介大使，这个的确哦。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进度的话，都几月了？快十一月了耶！他们本来是说十一月中有机会，或者是年底之前，怎么好像感觉那个钟啊一直在响，一直在敲，可是都没有任何的最新进度哦。这个事情美国比较急嘛，大陆是不急，所以你看一开，不过打电话，不过这个拜登打电话都是美方要求的，这是拜伦要求打电话。我觉得他们这个电话里面，除了就是说他们公布的一些会谈的项目之外啊，我想就是拜登想要见习近平这件事，应该也有交换意见，因为这个目前是一个重点。可是，我想如果有成果，他们会在这里宣布。我想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得到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拜习会啊，基本上。当时是美方先透露出来，后来这个中国大陆他书面也发表了，也这个外交部哈也发表一个声明，就说有这件事要安排这个拜习这个视讯通话哈。那这件事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可能必须要，也不是说提头来见。美国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表现以后，中国大陆它才会可能会有比较正面的回应。因为现在的局势是大陆不急啊，是大陆它没有什么好急，没有急迫性，你一直出招嘛，你一直出招，那大陆就是说你来一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说你出一招我就回一招，对你跑到这个我的附近来搞个六国军演，那我就跟中俄的军舰联手把这个日本啊，这个巡回一周，对不对？对。那所以就是等于说，你出招我就回招，你出招回招。那大陆问题就是说，已经跟美国提出来，你必须要先做某些改善的事项。那美国不但没有，可能没有说很具体的哈，可是还不断的还有这种攻击性的，还有这种哈压迫性的作为。那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大陆说很容易的就答应跟拜登见面，我觉得是有一点困难。那现在就是说，美国这个前一阵子这个提出来说要再挂钩，对。可是事实上，我认为大陆的作为是主动跟美国在脱钩。哦，嘴巴上讲的是说我们应该不要搞对立，我们要。可是，换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今天大陆的立场，你觉得美国还可以信赖吗？你觉得跟美国即使在建立了很多联系，因为美国是不遵照国际规章的，不遵照国际贸易法，甚至不遵照很多国际法基本原则，在跟中国大陆搞对抗。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国家的话，那最好的选择就跟美国尽量切干切多一点，不要再跟美国产生这么多的相互依赖。所以我认为今天大陆的可能整体的战略，事实上就是说嘴巴不说，实际做的话，就是走自力更生，或者转移它的这种市场技术来源，或者怎么都可以。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继续，除非美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一些。突破性的作为，是那么接纳了中国大陆的要求。那个刘鹤这次讲一个关税，一个其他的制裁的作为哈，对，看美国要不要做。那前一阵子他把孟晚舟放了，对不对？那又不搞这个新冠病毒的溯源，美国认为做了一些回应，可是我觉得从大陆方面可能觉得还不够，所以现在状况未来就看美国自己的情势有多坏，他越坏的话，他只有靠这些跟中国大陆妥协来换取
习拜会。好，但是呢，刚刚建大使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复钩呢？其实我走自己的路也走得不错啊。好，这中方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想？哎，的确是有数据为证。你比方说，进出口的贸易持续在增长。那么今年呢，其实也看到大陆的官方，他们也做了统计，在前三季度呢，他们仍然是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对于东盟来讲，中国大陆真的好重要，而且那个重要性呢，因为它已经是最大贸易伙伴嘛，它的重要性那显然已经是超越美国啦。美国总统拜登会不会知道？他当然看得到啊，看到了以后，所以是不是就要出这个招呢？出席这个东协视讯峰会？但是有人就说，哎，你这个等于是从2017年来最高的层级，因为之前川普根本不 care， 所以他根本不要参加参与。但是有人就说，那现在你拜登要重新再回来的话，是不是想要借此来反制中国呢？又想拉着东盟做这件事呢？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一些说分析说，这可能是为了要安抚 Quad AUKUS 的影响性，因为可能有一些东盟国家，尤其是针对 AUKUS， 哇、哦，澳洲有核动力潜舰了，怕紧张担心，所以哎，就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出来安抚呢。那么，但是到底要怎么来看这一场？来，赵兴，很快你怎么看？你说以我们刚刚讲说以这是美国单方面的这个天真的愿望啊，想要以集体行动反制中国，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东南亚的配合不高啦，为什么不高呢？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整个东协整个 ASEAN 跟中国大陆的那个紧密结合的程度远超于大家的想象。各位知道东协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会议不叫东协会，叫东协加三呐、啊。那现在就中日韩嘛。我请问有没有加到美国？没有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世界经济还有市场的整合里面是远远超过东协跟美国之类的整合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上，你无法为东盟提供一个理由说我干嘛要配合你去反制中国。包括北约之前讲说，北约虽然那个众约长，这个秘书长他那个时候在讲说，哎，我这个可能把中国当成敌人，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明显的跟他敌对啊，讲起来非常突兀。但所以今天东盟就会想说，你要我像北约秘书长一样，这个莫名其妙去配合你讲一些不合逻辑和不合市场规则的话，他自己会有这样自己的想法。但是有没有安抚东盟的意味在？有的，有，因为人家会担心嘛。你这件事要把我怎么绑在这个地方，然后让我的战略怎么样的首尾变成说本末倒置，变成尾巴咬狗。是，好，这个其实东盟一直有自己的，里面有几个核心国家是有所谓的亚洲价值的提倡论者，他对这东西是不乐意的，所以他当然有安抚，但是他安抚的作用到底行不行？我们从过去拜登从那个法国的事件的这些安抚啊，好等等之类的，好，还有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安抚啊，对于阿富汗的安抚啊，我看大家效果都不是怎么样。好，来，这个赖老师，那你看哈，其实呢，的确，现在在拜登上任了之后，他显然对于东盟国家是相对比较重视的，派出了国防部长，还有甚至派出了他的副总统，日前不是都去出访东盟国家吗？走了那一趟，然后现在自己还想要现身通协视讯这个峰会。好，那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借此来反制中国，如果那是目的的话，会有效吗？但是哦，真的会有人是靠着美国的、啊，靠向美国的、啊。那澳洲对于许多你看印尼啊、马来西亚啊，之前都说担心哦，那个 AUKUS 会不会怎么样？澳洲其实你看前总理他自己都讲了，哎，不一定一定，你说真的，美中角力我们要完全倒向华府啊，一定要选边站吗？我们应该要平衡啊。他说你要在一方面跟美国军事合作，但是此外你也要深化区域所有国家经济的来往啊，这个平衡还很重要，连澳洲都这么讲了，澳洲的学者也都认为应该这样了，其他东盟的国家会看不懂吗？我觉得澳洲在这一次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我觉得澳洲人的思想太短了，不够长，而且不够全面。是，你看他这次很开心的说，我跟美国、英国建立了 AUKUS， 他很开心。可是问题是，东盟很多国家不开心，怕，像印尼、对，马来西亚，他们就像文莱，他们都不开心啊，因为这些国家就是跟澳洲比较接近的，是，而且过去跟澳洲是有冲突的，澳洲也曾经出兵去攻打过这些国家的，所以这些国家人他并不开心。南太平洋的岛国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不开心，因为你把核武的战场拉到南太平洋，而且拉到东线的南方这边来，他们是不开心。所以你看这个马来西亚他就要求说东盟要来讨论这个事情嘛，相关国家要来讨论。那唯一开心的那就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远，对菲律宾来讲就是说我欢迎啊。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对于其他的这个越南跟往后面走的这个辽国或者老挝了哈，或是柬埔寨、泰国，他们的态度那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澳洲来讲的话，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而使他的邻居对他有戒心，而且不开心。我觉得这样子，澳洲他获得什么？那他的内部里面有一些有识之士，他有担忧，但是我认为以目前澳洲的氛围，那些声音听不进去。所以美国这样子这一套可能不管用了。对，也就是说，澳洲的人目前来说的话，他们还是一个基本调性就是仇中反中，有种族主义的这种仇恨的倾向在里面。是。那即使澳洲的一些专家他告诉你说这样不对，但是不要忘了，澳洲的大部分的学界也都是仇中反中。目前来讲，这个氛围对于华人在澳洲非常不好，对于大陆的留学生到澳洲去读书的环境也真的是很不好。那拜登为什么对东盟，你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他一直想拉东盟，因为他知道东盟很重要。可是问题就在于今天的东盟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东盟，今天的东盟的经济体比以前大很多，是，也就是说你不是说再给我5亿、20亿美元的援助我就我的胃口就满足了，因为我已经比以前大了，对，我已经比以前强壮了，所以我的胃也大了。因此你如果你要拉我，那你要告诉我你要给我什么，那你要给我的东西要足够吸引我，对，然后考虑说大陆给的不够多或是比较少。可是以美国现在的情况，他能给的就嘴巴，因为他真的财政上也拿不出说我今天给你越南100亿好不好，或者是我今天帮你把这个港口帮你修好，可是一修要100亿美元，要50亿美元，美国人掏不出这个钱来。是，那这样的话他对于东盟的国家就不会有吸引力。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一直走过来，我把你基础建设都铺好了，对，你的货可以往外流，那个通畅了，那这个对他国家来讲的话是直接明显的改变了。对，例如说我以前从这个点到那个点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而且还常常会有故障，我现在只要5个小时或是3个小时我就到了，我的货物当天就可以来回了，一致生活圈建立起来了，他为什么不要？是，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东盟的努力他已经挽回不了东盟的心了，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好，一方面美国要拉着东盟，二方面还要扯着台湾，抓着台湾的问题，然后呢来跟大陆叫板吗？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领袖谴责大陆是常年的刻意曲解2758决议，削弱了台湾在国际社会地位跟参与。奇怪了，谢大使看到这边突然愣了一下，因为都50年了不是吗？都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在讲这个呢？然后呢，当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这美国不也有份吗？那时候不是也积极的想向中方交好，所以后来才变成台这个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哎，结果呢，就现在美国参众两院很积极的在喊这件事情，哎，好奇怪。因为2758号决议案虽然是决定这个谁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哈，可是美国对美国来讲的话，美国做任何的态度或者立场都是从他自己利益出发的。是。那现在他突然发现2758号，他把它随便再给他改更改解释一样，是对他有利的，他就把这个拿出来讲。那当初有2758的话，那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嘛，那在这个之前，那个基辛格去了一趟北京，秘密去访北京，是。然后1972年2月多，林克森就到了这个到了北京去访问。那时候美国的这个外交承认是给中华民国的，我们跟美国是有直接的外交关系的。可是你看，就在这个基辛格跟尼克森访大陆这个中间，他们先制造了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就是2758号决议啊，送给中国大陆啊，要不然尼克森搞不好去不成北京吧。那这个2758号决议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只是说是两岸哈在联合国所谓的哈联合国的
中国代表权这个问题的争夺战啊，对的一个终结而已。嗯，那这两岸这个联合国保卫战一共打了22年，差不多49年开始一直到71年嘛，啊，22年，美国一直是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的，可是就因为美国的利益改了以后，他就改变了。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22年会这个情势急转呢？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一直每次在辩论这个哈代表权的问题，最后要表决啊。之前先有一个表决，说这个议案是重要决议案，重要决议案就是要2/3的通过才能通过。可是那一年在表决重要决议案的时候，美国就不表态了，所以变成不是重要决议案以后，那事实上要付诸表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计票的结果大概就没有希望了，然后在这个中间，那时候是大老布希在做美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常任代表，那他在中间啊，纵横捭阖，那么基本上就是情势其实是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在联合国的实力它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它基本上的立场变了，所以2758号决议案的话，那么有2758号决议案啊，没有美国当时的哈这个哈立场哈，甚至在幕后的协调哈，那也不会有2758号决议案了，所以美国今天在这边骂2758号决议案啊，他们自己应该查查看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档案，到底应该要怪谁。对，到底应该要怪谁？是你今天又拿出来这个旧事重提哈，就是因为你想要围堵中国大陆嘛，所以围堵中国大陆崛起嘛，那最用什么打台湾牌？那又拿出来一招嘛，啊，要改这个什么驻美代表处的名字，是啊，一下又怎么让这个考虑让吴钊燮可以去美国华府访问？对，现在又来说2758号决议案，对，那么可能被这个哈中国大陆拿来误用。对不对？这些都慢慢一招一招的拿出来炒，炒什么呢？就是来抑制中国大陆，用什么？用台湾。台湾，对，好。可是呢，你看，一直拿一些这个台湾跟台湾的相关的事务出来说，这个美国呢，其实赵兴不是最近也在讲吗？说啊，应该要让台湾来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呐、啊，哦，不是也有人这样的主张吗？可是你看，台湾的军人军队。到底是在外媒的眼中是何等的评价呢？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有这么最新的一篇分析文章，其中谈到说台湾军队士气低落啊，难与中国一战，建议与美国共同训练，还说民众不确定感加深了，还有人备粮3个月哦。哦，但是呢，当然对于这样的一篇报道啊，今天我们的国防部也被问了嘛，结果国防部呢发言人就说是我们有在积极的争取参加环太军演哦。那讲到我们是有人备粮3个月的那一段呢，他说有危机意识是正向的。好，国防部长邱国正呢还说，其实国军是没有草莓族的啊，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如果不是草莓族，莫非是钢铁人呢？他的确，他带你看看国军钢铁人系统首度曝光，是强化官兵的肌耐力，减缓膝盖的负荷啊！哎，赵兴，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呐、啊。我们今天首次亮相的是国军钢铁人系统，哎，这个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啊？这钢铁人系统跟我们实际上的想象的钢铁人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那就是拿两个好像看起来很重的东西。我觉得国军是不是下一次在宣传的时候，就是说我手上其实有5颗能量宝石，我这样一个可以壳哈，哇，这个我们的敌人一半就不见啦，是不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训练大家期待的是看到一个训练的本质，看到整齐划一的军容，看到非常简洁有力的素质，看到非常清晰的战略，大家自然就会有信心了。可是呢，如果说为了去营造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你硬要找出一些噱头，反而是让人家更没信心。为什么？就会发现说你好像都没有把事情放在正事上面，只是想噱头。军队训练不是公关活动，军队训练是国之大事，军队训练是国家国门是不是能够捍卫我们自己的这个乡亲的百姓的安全。好，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人家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这个绿营最喜欢讲啊，美国这边又写什么，美国就写什么。今天绿营节目都不敢提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啊，我们台湾的这个军队到底训练是怎么样，人家心里有数。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则报道我还是要讲。他有他的目的性，因为前一阵子哈，那拜登不是才说的，说我们对于这个台湾是有 commitment 的，然后台湾的所有的军，所有的这个绿媒啊，执政党就是说，
他甚至直接讲得很白，说：“哎呀，这个以后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会出兵台湾呐。”哎，各位，他没有说出兵。对，但是台湾的很多这个网络上这些写会出兵台湾哦，我还有截图哦，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所谓的 commitment 是说，我你需要武器的时候，我提供给你，然后给你一点训练。可是如果你自己呢，仗没有打好的话，不是我美国的事哦。我们从哪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从阿富汗就可以看出来嘛。对，赵兴讲对。对。因为呢，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当时在美军撤阿富汗的时候，还说阿富汗政府军不想为自己而战，我们无法给他们求胜意志。没错。所以不是我们美国不保护阿富汗。所以当我们问美国说，你当初对Afghanistan 对阿富汗有没有 commitment 有没有承诺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有。有，但是你阿富汗人自己没有朝这个目标努力啊，你自己没有训练啊，你自己无心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民主政府，啪啪啪啪，最后结论就是什么？我美国要走了。我美国要走了。是。所以呢，各位，还有人讲说，哎呀，因为这个台湾有绿扁帽部队进驻啊，请问一下，绿扁帽部队是要帮我们打仗吗？不是啊，他是要训练。为什么训练？因为他觉得你台湾军队不 OK 啊。那你到时候真的还是不 OK 的时候，我就走了、啊。我就是说我那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嘛，我请问一下，在台湾的绿扁帽部队多，还是美军驻在阿富汗的人数多？那结果驻的比较多的，他都要走了。你几个人在台湾，你就跟大家说。这个执政者给错误的宣传，大内宣说美国会坚守台湾的这个一起来协防，一起来作战，对，这未免太跳跃了一点吧。好，这当然这个画面当中，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手拿很重的东西训练肌耐力了哈。那这应该是那个动力外机器骨络，它帮助你在作战的时候负重。是是是。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在作战，当然我们台湾这个是简易型的，因为如果是以美国或是大陆来说的话，他们已经发展在用电瓶的力量来辅助你，例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带迫击炮，可是迫击炮很重，迫击炮很重，那你一个人带不动怎么办？那就用这种机械外骨络，然后套上去以后，你可以在山地里面跑。然后扛着它，因为它会帮助你的这个支撑跟力量。但台湾，我刚看到这个影片，这真的是太简易型了，阳春型的。这阳春版的。是。这个跟美军或是跟解放军比较起来来说，我觉得落差一两个代阶。台湾在这方面如果说要改良的话，要增加几十亿个，最少要几十个亿，而且要请这个。电机系、机械系还有动力系，他们来参与才有可能，不然做不到的。